救台湾。摧毁生死和廉耻心的忌惮。好，我们电视的观众朋友来外乡支持的大家好，咱今仔日咱的来宾，咱吴连长哦，咱啊，伫个遮，咱顶礼拜啊，顶两礼拜啊，咱讲一集哦，了后呢，轰动武林，惊动万教。啊，咱今仔日咱搁来个邀请来咱遮吼，要讲的，就是讲啊，这个富商郭文贵啊，伊的这个啊，伊有讲一寡这个最近拢有伫 YouTube 顶关哦，拢啊讲真侪咱台湾的有关的代志啊，啊，即啰就讲说明会去家着片嘛，啊，所以讲哦，伊讲的话吼，咱有时啊，咱遮吼，咱就较无法度去甲美国用美国的角度来看转来咱台湾，啊，所以讲咱今咱甲吴连长呢，咱共同来看讲吼，即、这个富商郭文贵伊安怎看台湾，安怎讲台湾安尼，好，啊来，咱来请导播呢，咱来先看正分钟啊，这个富商郭文贵，看伊安怎讲台湾。你说这个蔡总统，我认为他五个蔡总统也赶不上人家一个黄局啊，陈菊不是黄局，陈菊啊，这个陈菊，这陈菊这个女人不简单，陈菊、陈水扁、李登辉，那是有料的人，有本事的人。你说这个蔡总统。好来，吴连长吼，咱来你来看，为这个片来底吼，咱来看讲哦，郭文贵伊在看的敢有理由？各位观众朋友好吼，拄只主持人讲看台湾，这个范围上看啦，是看蔡英文啦。我讲说明的介绍片。这最主要是拄只迄个郭文贵的片吼，你都讲啊足清楚吼，这个蔡英文啊，就是咱。台湾即卖总统啦，伊达无五个即个蔡英文都达无即个层级啊，哦单局啦吼，单局大家嘛知影，你较早贵务新的即个助理呢咧吼，啊伊就做啊那轰轰烈烈吼，那么即卖即个蔡英文呢所表现的吼，实在讲哦，即郭文贵讲的无唔对啦，五个蔡英文都达无即个单局哩，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啊。伊虽然讲哦，留学啊，即、這个英国哦，读个博士，但实在真正输一个助理啦。啊，迄、那个即大家吼、哦、有目共睹啦吼、哦。啊，真侪人咧讲啊，即、這个蔡英文敢真正遐歹啊？除出讲伊即卖即个民调，迄个那个正是讲伊真歹以外吼、哦，咱今仔日要来提出真侪证据吼、哦，来证明讲即个人吼、哦，确实不但无能力。甚至心机真重，啊，专门咧啊，甲台湾人斗底，咧骗台湾人个即个选票，哦，你像最近啊，即、這個、十一月二十四场选举输了后哦，那么伊想尽办法要过来连任啦，哦，想尽办法要连任哦，所以想尽办法用真侪啊，一寡即个心机啊，真侪即个小动作哦，要来去骗出。台湾人的这个选票，这咱台湾人唔能够叫便宜啦。那今仔日第一个咱要讲的就是讲，你也看，咱这两天了了哦，这蔡英文伊走去甲伊这个西门町啊，要来食卤肉饭，伊这个动作哦，表示讲伊要亲民了对啦，哦，啊嘛表示讲哦，伊西门町遮真侪少年家哦，可能会受到伊的这个亲民的这个假动作哦来吸引。哦，来投票哦，啊，搁再予伊吼有机会去爬上这个总统连任的这个这个地位安尼啦吼、哦。我是刚刚讲吼，这食卤肉饭啊，如果讲啊食卤肉饭的亲民哦，这真正你若真正是亲民，你老早就爱做，唔是做总统做过了，你也要较来做嘛。哦，所以你今仔这个动作，我一看就甲你识破，你去学什么人呢？你即摆就是这个。中国国民党这个韩国瑜啊，去高雄咧选这个总统哦，发生这个奇迹，一个默默无闻啦吼，伫南部啦，我咧讲默默无闻，伊做过立法委员，咪会使讲默默无闻是伫。伊怕变啊，一打成名咧。对啊，但是伫。伊袂默默无闻。但是伫南部的政坛，事实是默默无，会使安尼讲了对啦吼，伊是胜利台北啦吼。
啊，那么伊即个即个韩国瑜去高雄咧选即个高雄市长的时阵哦，伊即个口号就是一碗卤肉饭起家，嘿，哦，一罐矿泉水，一罐矿泉水，甲一罐卤肉饭起家，啊，可即个即个郭英文啊。蔡英文啊，即摆咧讲郭文贵吼，啊，煞讲到即个郭文贵，是蔡英文啦。小家人啊，咱讲讲人小家人啊。伊可能哦，是想讲韩国瑜哦，一罐矿泉水，甲一碗卤肉饭哦，就拍成天下，就去夺取即个高雄即个天下。所以伊原来想讲要有样看样，啊无样要家己想，啊结果哦，伊较有即个食卤肉饭去西门町的即个动作出现啦。啊，针对伊这个动作哦，我刚才讲这三不像耶，哦，因为蔡英文伊是这个表面上看个，刚才迄款那个千金小姐嘛，啊，这个韩国瑜啊，伊这有穿这个劳动界的人，哎，伊都拢无穿西装干的裤带，伊嘛是穿一领 T 恤啊，是一领迄落衬衫啦。所以这个这个劳动界的人来吃一碗路边吃一碗卤肉饭，安尼唔卡。有相配合，对。啊，你一个千金小姐去一下食卤肉饭，人大家嘛知影讲，你这是在作秀。哎，北京伊讲作作。对啊，在作作啊。啊，即摆讲到这吼。啊，搁会当我野心边的人，我嘛安排在会当我野心。啊，你讲到这，我较想到一个成语吼，来形容是非常的贴切。各位大家知影，一个成语吼，一句成语叫做“东施效颦”啦。即蔡英文即个动作正讲的是东施效颦，即东施效颦真侪人会感觉讲是啥物内容哦？稍微介绍一下，安尼大家还佫想象佫较明白哦。即个东施效颦哦，就是迄阵古早哦，有一个传承就对了哦。敢若带两三千五，啊是即个有一个美女哦，叫做西施啦。啊，这西施哦，这个伊常常表演这个动作哦，啊，人就讲什么动作呢？就是安尼目头夹夹，伊都胃疼啦，啊，佮心脏可能无好，啊，佮胃疼，啊，常常拢会烂的安尼，烂伫这个身躯，啊，互人狰狞的人哦，看起来敢若讲伊啊楚楚可怜安尼吼，啊，本地就生得真水，啊，佮看起伊的动作啊楚楚可怜安尼吼。啊，佮更加讲哦，啊，这样实在美女了，那个动作啊，水上加水啦。对，啊，因证明哦，有一个歹女叫做东施啦，东施啦，啊，伊有一，因为本身的条件无够哦，啊，歹女啊，即卖想讲要学西施安尼，啊，通互证明的人佮称赞一下哦，讲伊就是一个水女安尼就对啦，美女安尼，啊，所以哦。伊咧，逐工来去溪仔边咧洗衫吼，古早拢是街边洗衫啦吼，啊，就捧一挂衫啊，捧去，啊，就啊，目台湾啊，结果夹夹安尼，学像西施安尼啦，啊，三不五时啊吼，就看人来咧看伊，啊，就啊，那啊，巴肚烂咧，安尼捧来，敢若讲原来胃咧疼安尼，互人看下，学了讲啊，啊，这个原来参西施共，原来比如水啊，佮兼一挂迄落可怜爱人去家疼惜啊。结果呢？伊迄目头夹起来哦，人讲啊，都本地都咧卖啊，佮愈卖哦。啊，所以哦，走了了而已。所以这个，这个东施效颦这成语哦，这有当啊，互咱来看讲，蔡英文即摆去西门町咧食卤肉饭，想要学韩国语，看我都通去挽回伊的声望。这正讲的是东施效颦。因为你都无迄个条件咧，人西施本地就是伊条件袂歹，迄个动作唔该，应是水上加水。对啊。啊，你千金小姐只要食卤肉饭，这个条件都无啥下咧。所以哦，这互人愈看哦，愈讨厌，愈倒单。这款也是要讲去西门町啊骗少年仔票，即卖少年仔头壳骗袂着啊啦。即卖少年仔头壳也毋是咧歹咧，人大家嘛是讲啊，你这款。办下来咧，食卤肉饭是咧做秀呢，你啊咧。对啊。哦，所以我。即摆少年啊，伊若伫网络看来讲，你既然做总统哦，你唔免来食卤肉饭啦，知影你来做，你只要将阮少年人的出路，甲阮舞台，甲阮建立，互阮家己来拍拼，安尼。对。安尼就一百分啊啦。啊，但是伊都无法度啊，伊都无法度当甲这少年人建立一百分的舞台，所以伊唔敢用这食卤肉饭买去骗，买去做董事，买做些西啊，哦，所以。看卖这套的啦，
哦，这个姓蔡的千金小姐，咱甲伊讲，较卖来佚佗。台湾人哦，已经较早去予国民党骗过了十年，啊，你即摆搁再要来骗台湾人，那安尼真无意思啊！哦，啊，讲到这个骗哦，伊毋是今仔日才开始骗的，伊咧自古早哦。不是古早啦，即二零一二年迄阵哦，就大骗骗到即马咧。哎，前迄阵咧二零一二年，即马一九年嘛，啊，无啦，二零一二年迄大骗，伊大骗迄骗啥咧？嗯，三猪小猪。哦，你还记得无？对啦，对啦。三猪小猪伫即个西元二零一二年的时阵哦，是啊，伊选总统的时，伊要选总统的时阵，迄边落选嘛，迄边三猪小猪叫骗几亿个代表伊咧？对啊。迄阵啊，拢总叫骗头三亿外。對代表三亿外，都啊伫伊募款内底吼，诶，迄款迄个总数诶86.6%。嘿，对。诶、欸，所以有三亿外，对，换一句话讲啦，好个人捐好也到15%呢，伫迄三四亿个15%啦。对。剩的拢是只个善价人。善价人，迄、嗯、三猪小猪吼，拢经常。诶，打仓卖菜，家庭主妇啦，囡仔啦，诶、欸，迄位学生囡仔吼，诶、欸，安尼，下关咧买糖仔的钱哦、喔嗯，啊，对啊，安尼俭到安尼做只小事，安尼来寄好伊咧，系啊，啊，这寄好伊了后，伊去选举落选输人过来100万票，嗯、这输赢无要紧啦，唔是讲输赢定英雄啦，输嘛无要紧啦，输兵家之雄嘛。输过赢嘛、嗯，最主要咱是咧强调讲，这是安怎讲的这个骗呢？嗯，你这个人摕这个钱，三猪小猪过来也去给你了后，你落选输人过来100万票了后，唔捌回一句多谢咧。嗯，对。唔捌出来甲社会讲、嗯、啊，真抱歉啊，伊无能力啊去参加。我努力无够。努力无够，选过输啊。恁安尼交遮侪钱哦，我非常诶，即个过意不去哦，也是安那，甲恁真多谢，拢无呢。结果嘛有迄个林冠辉啊，嘛真侪人讲我要甲你讨我诶三只小猪转来，即摆嘛搁有人讲哦，我互你骗啦，甲俺骗到遮尔啊可怜，我正要来要纠团啦，要来甲蔡总统讲三只小猪还给我。有哦，即摆有啊，即摆有。你尤其吼、哦，你若要听遮咱。空中的这个朋友哦，你若有咧听收音机哦，你甲转这个高雄哦，啊，这个89.3这电信组这个电节目啊，播时啊三点，大声音的节目，或者是迄个阿星张天君的节目，嘿，因哦，你也看因咧听众哦，因咧节目是全台湾，我那拢连播哦，迄一工拢几百万，人海外嘛是足济人，一工拢几百万人咧听咧。迄内底听众哦，有当时啊，我捌安尼甲听哦，迄个呾干掉蔡英文的哦，迄是5000万呢，所以伊即后界出来算是稳倒无疑嘛，即民进党若佫提名伊哦，参民进党都要陪葬嘛。啊，你伫个短短的即个即马算起来无甲一年的，迄落准备，你敢准备会来？你佫假啊，莫佫假啊，佫假就无事。伊哪有可能准备？即马佮用骗的呢啊！食卤肉饭，迄就是咧骗啦。哦，迄是千金万高来食，食咧骗。啊，你讲咧这是伊食卤肉饭咧骗，咱佮回想讲，伊这二零一二年这小猪事件哦，咱就知影讲，伊这个人哦，是拢是用心机，伊唔是用真情咧，佮这个台湾人哦配合，唔是拢用心机。你像变成讲。伊甲苏明，即个你去拢去咧见苏明者啦，对啊，即个是心机啦。嗯，苏明是标榜台独分子哦，那么伊台独分子啥？即咱毋是咱即摆要讲啦哦，就是讲台独分子真侪啦，平平民即嘛是拢先知啊，即台独个先知啊。哦，啊，真侪人拢是，真侪即老辈即拢是嘛，过著名，即叫啥物著名啊？哎呀，迄落个，哎，哦。有诶无诶，即因拢是嘛，啊是安怎？官兵啊，是安怎？即个蔡小姐，你拢无要去，敢若讲哦，去见白面高俊明，因遮。就比讲李乔啊，总早啥物人，啥物人拢哪会拢无要去见？伊为安怎？伊单独要亲身哦，去见即个苏明。对。即，互伊诶。即咱简单讲啦吼，就是讲伊要去见苏明，做啥就是变讲哦，我咪参加到嘛是袂歹啊。来，要去见社会。报告一下啦，最主要啦，苏明学你上吼，伊的过去安怎，毋是咱今仔日要讲的啦。伊遮尔老啊，90多岁啊，正百外岁，
啊，伊家己遐寒的天，嘛去总统府头前家升旗，压一个车轮旗，伫遐咧赢得赢得赢。啊，伊佫家讲一句讲，即马干呐蔡英文会当救台湾安尼，伊就要爱即句，啊，佫伊家压迄落车轮旗爱即句尔啦。我咧讲，即句吼，即毋是蔡英文会当去会当去建议啦，伊毋是听你即句话来建议，伊最主要是安那，因为苏明即马已经。已经对啊，战略啊，伊未出来选总统啦，伊未出来选总统，所以吼未甲伊竞争啦。所以我咧讲，伊这个渣男哦，心机真重，就是讲用迄个心机咧甲人啊，讲道歉的啊，伊唔是真诚啦。所以吼，伊无要去见郭正明，无要见平原面，无要见李远哲，无要去见陈水扁。因为因家的人，还佫会去选总统，还佫会参与拼。万不能因家的人来去参与拼哦。对啊。伊对伊来讲哦，加一个政绩出来哦，对伊只嘛麻烦嘛。对。啊，所以伊要安啦，伊无要参台独这些人接近哦，佫袂使，惊这个票哦无多人吸引。所以伊就吼去见这个苏明，所以最近去见苏明，唔是讲哦，伊对台独啊，即个真亲近，还是讲对苏明真尊重，唔是安尼啦。因为苏荣都未甲伊见，伊就惊路未行啦。已经什么拢唔知啊，头壳拢已经，系啊，已经，嘿，对啊。所以这人心机真重，真苦啦。对。哦，这哦，唔是讲啊，伊是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那大家吼都拢体谅伊啊，这唔是啊嘞。这款这个社这边哦，你无甲激发出来袂使，因为台湾人袂使搁再和这款社区的这状况哦，在咧骗出伊的迄款。诶，即款总统大位哦，佫继续咧欺辱台湾人。对，最主要啦，咱互国民党骗讲啊，国民党就咱的敌人嘛。啊，咱佫倒转来讲来，互咱请大汉的，啊，伊入来即个民进党遮来骗台湾人，啊，咱已经知影伊在骗的，咱佫继续互伊骗，迄有影死哦。啊，咱即摆讲伊在骗，啊，即都出讲像咧骗三猪小猪以外吼，我即摆佫来讲伊一人在骗。你像伊即摆吼，啊。讲啥？伊捌咧讲过讲，哦，要互台湾哦，行向世界，这能见度哦，要伫世界互台湾提高。各位啊，这嘛是骗的，这伊无可能做呢，伊袂去做呢，伊做会到，伊做会到，但是伊无要做呢，伊这是咧骗台湾人。我讲这证据来讲，伊是咧骗台湾人啦。哦，也就是讲，今仔日咱要讲的这主题之一，就是郭文贵哦，咧讽刺。这个蔡英文讲，伊是一个无能力比五个蔡英文哦，都比袂到这个单局，迄款实力，迄个证据出来。郭文贵安怎讲？即伊讲，呾最近的代志尔啦。伊讲，因伫美国总统的这个身边哦，伊原来有发言权的人。即、这个时阵，川普总统当选时，甲去年迄款啦吼。伊做总统算无外久啦，吼，这两年啊啦吼，伊川普总统要接这个蔡英文的电话，有接过一通这个电话嘛？啊，伊要接这个电话的时阵哦，蔡英文真惊哦，啊，这川普总统甲伊接电话的时阵，蔡英文拢无去提起着台湾哦，要如何伫这个世界哦提高这个能见度的这个问题啦。啊，那么郭文贵伊就批评啦，伊讲哦。你蔡英文确实真正足无路用，哦！你若真正讲为着有讲安尼要让台湾的这个伫世界上能见度提高哦，你唔得爱探出这个机会啊，来甲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讲，讲啊，这个美国总统，迄、那个这個某某先生哦，啊某某总统哦，你应该哦啊想办法。来帮助台湾加入某某国际机构啦，吼，还是任何什么款的团体，和台湾人啊，啊，台湾的这地位提悬，哦，你拢无向这个美国总统要求啊？郭文贵讲的讲啊，你拢无向美国总统这个要求，表示讲哦，你着惊嘛，你着惊中共嘛，啊，所以你参这款这么啊好的机会哦，你着个流失去，非常的拍算，你台湾。而且总统参美国这总统底下咧通话，这是全世界吼、哦，这个注目的一个事件咧。啊，你若探出这个机会来向美国总统来要求讲哦，要加入什么款的机构，请美国来协助，这哦，你伫
全世界的报纸来开几十亿的台币吼，去做广告，就无法度人达到这款人这个程度啦。哦，所以这个郭文贵这个富商啊，啊，伊所讲的非常的有道理。你串门这款家里呢，绝好的这个机会，你竟然放弃或流失去，啊，非常的拍算。那讲到这，就参蔡英文伊标榜讲要让这个台湾的能见度向世界提悬哦，就互相的矛盾啦。对，这句话就当证明讲是蔡英文在欺骗台湾人。因为安怎讲呢？你要让台湾伫世界的能见度提高，你甲川普总统咧讲话这段时间哦，你若来向美国要求，向美国总统要求，这不是足好的机会吗？这不是真的让台湾伫世界上提高能见度、提悬的一个上好的一个机会吗？你这机会互流失去，你搁再甲台湾人讲，你要互这個台湾的能见度提高，这毋是咧欺骗，无虾米叫做欺骗啊？哦，啊，陈如讲，伊足侪迄个欺骗的吼，迄阵啊，咱咧人民火大迄个街头运动，伫总统府面头前。伊哦，拢叫人，你们安静，你们安静，连续讲六遍啦。我不会让阿扁们孤单的啦。伊意思讲哦，安怎安怎，结果嘞，结果即马不会孤单，孤单到即马啦。所以吼、哦，拢讲伊讲要伊哪个，就是伊要救阿扁啊。特别保护伊的这个司法人员。对啊，啊，伊讲这个白毛啊，注意哦，伊就讲一句啊。伊就甲伊讲哦，讲这个查某有够浪荡，讲因逐伊坐当选主席了后，欸、啊，伊叫遮的这个主委哦，管事主委去啊，逐个要见面要咯，见面头一句无讲别人，先讲一句，为即马开始袂使讲陈水扁无罪安尼，啊，所以讲迄个白毛啊主委哦，伊足气的啦，甲伊瞪倒啊，讲哦，靠白啊，你是咧讲啥？人迄是爱三审定谳的。过了，才知影讲哦，有罪无罪，即摆都还袂入法庭咧。干那检察官伫遐在程序都还袂准备好势，你就共下定论讲，袂使讲伊无罪，就表示讲伊有罪。啊，你今仔你毋是当场卖菜的人讲即句话呢？今仔你是总统啊咧，你讲即款的话，你是毋是讲你为自始至终，洪英花说自始至终陈水扁的审判无效，啊，你自始至终你就是认定阿扁啊，就是有罪，是毋是安尼？所以这骗有够大的啦！哦，这骗上大，对啊，这真可恶啦！哦，啊，嘛会使讲是心肝真浪荡，啊，嘛会使表示讲蔡英文是一个过河拆桥、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啦。这伊今仔日哦有这个地位，若毋是陈水扁甲提拔哦，无这款地位呢，对啊，无这个机会呢。啊，所以啊，这个陈水扁这个事件啊，而且佫加是司法啊加冤枉哦，啊，这千真万确啊，就算讲无百分之百冤枉啦，这嘛有百分之九十几冤枉啊。哦，最起码你关遐侪年啊嘛，应该有够啊。对啊，最起码你嘛是讲，这个无证据的代志哦，你甲判罪哦，啊，中途换法官无所不至，这拢是一个程序瑕疵，甲这个认定属性哦，这错误诶，无所怀疑嘛。那么这款的这个案件，你身为这个总统蔡英文啊，哦，你甲台下，那是你家己讲的啊。你保护伊的司法人权，迄嘛是你家己讲的啊。对啊，讲讲的到尾啊吼，拢消失去，这表示你专门这款的人无人格嘛，对啊，无情无义嘛，所以你这款的人无资格吼，通啊，而且佫加该对啊，这个台湾的这个应该有所作为的，你拢无作为嘛，所以你就无资格通佫再继续吼连任这个台湾啊，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所以讲，伊讲迄个白毛主委啊，就迄个黄金莲主委讲，伊讲哦，我当场就甲伊讲哦，你这查某有够浪毒啦。啊，结果伊这代志，伊拢无向外底讲嘛。啊，有一天，这个姚英龙要出来选主委，啊，伫这个大同区吼，大同树林区伫遐在甲遐个党员的时阵，啊，这个黄金莲主委吼，伊才头一遍讲起来讲我。当面来呛讲，你这查某人有够浪毒安尼啦吼！啊，即摆阮报出来了后啊，迄个民进党部啊，吼，某一个人啦，某一个人，拢叫阮讲，这个大爱下架。啊，佮尹总统府啦，
啊，搁民进党连伊都拍电话去山顶，啊，搁有人拼到山顶去，讲叫伊讲吼，哎、欸，这个话不要再讲，出来道歉啦。伊讲我甲你道什么歉？我讲一百遍嘛是安尼，昨伊搁讲，昨伫迄落阿扁啊，迄个无看参会，伊又搁提出来讲安尼，哎、歹势。所以吼、哦，你也看这个蔡英文啊，这心机真重，骗很大啦，哦，嗯、啊，当然伊咧骗一次搁过一次。啊，有当时啊，伊本身像，比如讲，食卤肉饭咧，假动作出来咧骗，伊嘛会叫伊个妖孽吼出来骗嘞。嗯，你像当然，你像我看真侪人，有当时啊，咱会听着讲，啊，你唔支持蔡英文哦，你要支持谁？啊，当然，这蔡英文就代表本土政权啦。呸！本土政权这句话哦。是无唔对，但是这是过去式的啦，这以前会使讲的。伊有啥物资格，然后代表？这样的事啊，已经哦，唔是你一句本土政权啊，就会当哦解得一切啦。因为安怎讲？因为较早民进党还袂执政的时阵哦，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哦，这是无唔对。嗯。民进党是本土政权，这是这款标榜哦，是绝对嘛是正确。嗯。但是呢，因为以前的民进党无执政啊，啊你即摆执政了啊。你的这个作为哦，有真大的部分哦，比国民党较不如啊。对啊。所以你哪有够格？即卖台湾无本土政权啦，所以爱改掉。对，所以这真侪这选民，尤其然后咧听啊，红云电台的这個朋友哦，唔能够叫骗去，唔能讲啊，一两句本土政权都叫骗。我来讲一个。台湾无本土政权啦。我来讲一个，讲已经你无够格，然后讲本土政权都要摕台湾人的票哦，啊，这是最大的这个理由啦，这证据啦，哦。你像，比如讲，伫司法的这个部分啦，哦，因为我插这个司法的这个事件，我司法团体的人啦，哦，司法改革团体的人，所以我接受一个只受司法冤枉的人哦，接受了真多啦，啊，看到真多哦，这個、司法冤枉的这個真正人哦，甲这个政府之间的这個往来的这个私信也好，啊，这个私类也好，哦，我看去真多。啊！所以其中不去看到这个所谓国民党外来政权，伊对这个司法、对人民的这个处理，对司法不公，要安怎恢复这个人民的这个处理方式，甲蔡英文的这个政府，伊对这个这个司法受冤枉的这个丁经理的这个司法这个处理的这个往来，我得当做一个比较，讲你蔡政权啊，就是讲哦，本土政权的这个蔡政权。你比国民党较不足啊，哦，所以你有啥物资格？人家讲你是本土政权，安怎讲？那过去吼、哦，国民党主政的时阵，伊对一个只司法案件，而且丁经理，人来去丁经到国民党的总统府去吼、哦，伊拢安怎回文？伊是一种哦伪君子的这个回文方式，伊会甲你安抚讲啊好啦，你即摆即个案件我甲你我会呈上去交代去交代去司法院哦调查哦，我会交代去司法院调查哦。这过去唔是逐件啦，但大部分拢是安尼。有啦，那过去我甲杨尚民老师吼、喔欸，去定情吼，去甲阿狗的啊，或者虐待啦吼，拢、欸、去送总统府创啥，拢有回哦、喔。啊，伊尾啊，伊阁会甲你回一个批哦、喔欸。啊，迄落上功夫的，就是阿狗的吼、喔，伊过年阁会寄贺年卡来给你哦、喔。啊，蔡英文哦、喔，这就是伪君子啊！你咧讲。哦，较是呢，迄伪君伪君子。那是国民蔡英文哦、喔，蔡英文哦、喔。经销人。嘿，伊从来唔捌甲，无咧甲兄弟着，我甲杨尚民老师，甲去家定情几件，甲即马美哦，石沉大海，你等咧水下还佫有浮者，伊才流下去，等咧遐拢无去啊。伊，敢若等咧火下同款。伊甲你讲，伊你即马咧讲，这是敢若一种类尔了，还佫有一种类比这较恶。嘿，正讲真少年的迄个款，迄个作恶，啥物真少年，啥物款较恶毒，伊是安尼火。有人甲定情哦，讲我即摆发现哦，有几个法官哦，涉嫌贪污，哦啊，并佮附证据去互伊咧，讲请伊哦调查安尼啦吼。这是法律所规定人民有这個管理咧，行政程序法第168条内底规定啊足清楚，
人民对国家的这个性格哦，啊，甲本身受的玩弄哦，伊有真正的这个权利。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对，伊有这个权利。嗯。啊，所以这个人民呐、啊，寄这款定情书给伊，这是依法行事呢。对啊。哦，那么，拄只国民党安怎回？你都讲过啊。系啊。我即卖来讲啊，蔡英文伊这真少年安怎回呢？伊会讲啊，迄、那个阮哦，无咧干涉司法啦，啊，所以哦。嗯伊请你另行斟酌安尼啦吼，你哦，请你另行斟酌，就是讲，你若有办法，你拳头握比伊较大，你就去家抬就好啊，安尼意思，你自己去施行就好啦。后壁安怎咱唔知，但是头前哦，这句话吼，这非常严重的这个阿爸真小人的作风。伊甲你讲这个意思就是讲，自行斟酌。不是啊，伊无要干涉事务，啊你咧靠背，啊我伊是讲，伊是讲哦，伊是讲。有这个法官涉嫌贪污，请你调查，这是依法有据呢。对啊，应该交予司法院发布报告。你调查唔到，伊竟然甲你回讲哦，伊无要干涉司法，啊，这靠背啊，啊，这个叫伊当困。这唔是在干涉司法啦。这请你调查，这是依法有据呢，这应该是你的职权、你的职责呢。哦，啊，你所讲哦，你是。你的时阵哦，无要干涉事，这不是干涉事啊，所以你这是真小人，真小人呐、啊嗯！哦，因为人依法给你定情，你唔依法办理，这哦是真小人的作风。所以，伊嘛，咱头阵啊，咱都剁啦。咱最主要要讲，这法律拢因的啦。你像讲这，咱拄只咧讲，这是一个比较，就是恁过去国民党咱咧讲的外来政权。嗯，伊对这个司法，对这个人民的这个冤情，伊安怎处理，就是拄只讲安尼。伊佫会甲你抹红药水，甲你敷敷的，伊袂，伊袂甲你伤口顶悬，佫甲你压压安尼。对，囝仔安尼啦。蔡英文的这政权，伊对这款案件的处理，伊是对你伤口咧撒盐。对啊，真可怜嘞。咱已经拄着足侪点点卡卡，所以啊，咱安尼去甲定情，竟然甲你回这几个字都弹出来啊嘛。所以啊。所以按这看过来哦，伊讲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哦，较早是安尼无唔对，但是你蔡英文，你标榜本土政权，你竟然来，你竟然来欺负台湾人，你有啥物款的资格，即摆阁继续讲用本土政权这四字，要来骗出台湾人的这個信任甲这个选票，这绝对袂使阁互你骗去啦，因为你。过去会使安尼讲，即卖你的执政遮侪年啊吼，你的所有的这个作为啊，拢是违背人民的这个意思伫遐行事，所以吼、哦，你是比一个本外来政权更加不如的这个蔡政权，所以吼、哦，你唔能够再用讲说你是本土政权，啊无要投予什么人，即句话来咧欺骗社会。嘿，对。嗯、所以吼、哦，各位公众朋友，你若有听到人咧讲啊，你唔投予本土政权，无你干要投予国民党，这拢骗票。哦，国民党，咱遮拢今仔日讲这拢持平啦吼，讲道讲话啦。嗯、国民党若好的人，你嘛使投予伊啊。即摆伫台湾投票行为哦，到目前这个阶段啦，到目前这个阶段吼、哦，已经改变啦。较早这个要消除外来政权，这是台湾人正侪共识，就是期待讲民进党执政了后，有一天会当清算国民党诶这个不法作为。啊你。民进党执政了后，你甲无要清算国民党的这个不法作为，那么我道理何用？我道理何用？嗯、所以哦，啊，换一句话讲，讲啊，无道理，啊，无投国民党，啊，无两党拢无投，要投啥？就是选人啊啦，哦，所以无迄个什么本土政权甲外来政权之分啦。国民党若是有真正要为台湾人处理台湾人的这个事务，嘛是会使投票伊。对啊，所以不管讲，伊若讲有认同讲哦，啊，这个台湾伊来，你国民党来，你这个迄落什么造路集团，啊，你来遮台湾遮吼做遮侪叮叮塔塔侪恶的代志，啊，你即马你要用讲哦，诶，台湾人民来支持你，你要来对你的迄落罪恶吼，啊，随官来清道清安尼。我买投票支持你啊！当然，是不是安尼？啊，所以，所以咱即摆讲啊，一层过一层，就是讲哦，这蔡英文的这行为，拢是在骗票、嗯、哦。只要伊呢，搁在代表民进党出来选总统的话啊，嗯，这相信啊，
有知识的人绝对袂去投票给伊啦。对啊。除非讲你是参与是同路人啦、啊，哦，恁的利益共同体迄款的，迄就无法度啦。我讲因为伊就你看伊上任了后，加欠升天，啊，遐侪升天的人要靠伊食穿的呀，靠伊好食的，啊，靠伊迄啰势力地图画愈快的人，伊当然会支持伊啊。啊，只要唔是迄，咱敢会搁支持？都无可能吧，袂使啊啦。系啊。哦，啊，所以你咧讲伊。这个执政了后，参与伊的当路人，伊积极伊的加献升天、嗯、哦，啊，甲包括讲伊拢是用这老男人。你来看，咱只讲是大方向啦、嗯。你像，比如讲个赵峰、金矿迄款咧，诶、那個，人民事讲遐久啊哦，这政府拢退出来，伊也拢，嘿，拢当作不知道。敢若马里东风啊，对啊，敢若亲像。臭人医生啊，无听病人咧吼，安尼共款意思哩。所以伊吼、喔、真苦、喔，即赵峰、金矿即款即金融个部分吼、喔，即一项、嗯，啊像迄司法吼，迄安尼，伫民国83年到92年，即安尼就赔40几亿个代票出去。像即款个吼，应该甲霍瓜特伊出来问拢讲吼，拢全民买单，既往不咎啦。哦、啊，那拢啊你无要调查，啊无要追究。啊！只选好你是要创啥事啦？这个你是讲较歹听。啊！讲李大伟，迄所的根本都袂用一个、嗯。结果你看，伊佫家升官起来，伫伊的身边来害迄个国安害到安尼。啊！你像。咱即摆咱台湾敢要有民进党敢有在执政？嘛、嗯、是共款共产党在执政、啊。啊！你像别人讲，像这伊种加欠升天者，啊！你像别人讲，这个较重要，像拄则咱讲司法啊，这個、金融吼、嗯，啊！你像这个。传播机构，即 对这政权足重要哦。你像即个政府的传播机构是中央社，哦，中央社这是因为你比其他的即个民间你控制伊袂到，无话讲啦哦。像这中央社这是你政府控制会到，你即摆蔡英文你咧执政的时阵，这中央社是你控制的即个宣传机构呢。像伊这宣传机构用人胡说八道，唔是胡说八道，胡作非为啊。你像变成讲。伊即卖用遐内底哦，拢无本土政权，像即个自由时报的人诶，拢、嗯、用迄联合报的人啦。哦，啊，若毋是中国时报的人。你像变成讲即、這个啊，尤其佮加庆升天，你像变成讲洪耀福，即蔡英文边啊红人啦。嗯，对啊。哦，杨英宝，杨英宝走去咧中央社咧做即联合报来啊，走去伫遐咧控制中央社。哦，啊，即款诶吼，啊，佮像迄社长，即社长即。我知影这个社长，这唔系姓啥，我正想袂使记住这人。这中国时报系统啊，这调来遮，恁规个啊，都感觉都拢来啊，哎，拢来啊，拢来，拢来势力啊，伊无论金融、司法，啥这拢用个拿军的人啊。哦，啊，所以这个你像拿的嘛无要紧，你若有公正办事来，还佫无要紧哦。你唔是像变成讲最近发生这代志哦，我感觉。有咧，我有咧看这日本新闻哦，我了知影、嗯，本地中央是啊派驻啊，这个日本哦、嗯、有一个记者，迄嘛是一个外省啊，款，一个查甫的一个外省啊哦，啊，伫遐咧做中央是啊派驻日本的这个记者，嗯、啊，即卖这个蔡英文上台起来了后哦，伊、嗯、请这个社长来了啊，嗯、叫这个社长来，这个社长哦，伊有权通去甲替换转来，去换别人去，无唔对，这点咱。咱认同、嗯、哦，因为这是伊的职权、啊，但是，伊换起来是换即卖一个叫杨明珠，嗯，这个杨明珠啊，是这个换这个杨明珠起来，这换起来哦，嗯、表面上看起来伊有职权啦哦，但是这有瑕疵，安怎讲伊啊？嗯，因为听讲啊，这个社长哦去日本观光的时阵呐、啊，拢带你去带你这个杨明珠因这个。因厝，嗯，你听哦、喔，啊，到底因厝哦，所以就私人有这交情啦。啊，你伫迄个人派驻伫日本的这个记者，这个外省啊记者哦、喔，伊、嗯、做好好啊，也无啥物款的这个毛病哦、喔。啊，你就讲调台转来去调换，这是，这里是讲医书哦、喔，海公啦。这足明显的，这足明显就是你私人的交情吼，刚、对话这滥用职权，行私嘛，这行私利用职权行私，对啊，这若要严重讲起来哦、你去住伫人遐，哦去日本观光去住伫人遐、
哦，这顶有一个利益嘛。嘿。哦，你免去大饭店的钱哦。嘿。啊，你参与的交情就袂歹。嗯。哦，啊，你着自人别人做好，你个调得当啊，啊，甲换这个去。对。哦，这真正都有瑕疵嘞。这足严重的瑕疵嘞。啊无，人你若无交情，人凭啥要甲你这个官员接来阮家住？嗯。吼，啊，会怎甲你安排去饭店的？啊，结果甲接来阮家住，啊，你暗时伫遐咧讲啥？你私下伫遐咧讲啥？所以，啊，哪会代志要啊？哪会代志搁变安呢？这就是你看，伊呢已经唔，迄落那郭文贵有在讲啊。伊讲哦，迄落中共对台湾的媒体吼、哦，蓝金黄道吼、哦，已经渗透到每个细胞去了。对对对。你看迄、那个啊，正经看民视的迄落，你看迄落民视的迄落新闻台，去互人甲你安尼禁掉，互你迄个讲表面上是讲吼、哦，郭台铭讲甲你禁声外久，规半个月。哎。你看，甲即嘛一点啊动静都无啦。无代志啦，船过水无痕啦。迄敢会使啊？这伫个这落媒体的这个历史上来讲哦，这若伫个美国，你看郭文贵去迄、那个迄落美国的迄落美国广播公司讲一下尔，去互伊家诱导尔。你看乱到即嘛，还佫袂煞呢？吼、拢爱判刑、特级判刑种种安尼。咱只台湾哦，无代志。啊！你蔡英文，你做甚物本土的迄落？伊就是共匪啊，就是惊迄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歹势，袂使讲共匪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惊你民事哦，讲迄落迄个甚物？迄落文政迄落。讲啥？民视看正经的，看正经的，伊就是惊迄个节目吼，安尼播落对桃竹苗，对台北桃竹苗落去安尼，惊影响到遐伊要选举安尼，啊，搁来就是讲，互迄个郭台铭吼丑表功一下，因为伊的公司要刷去这个美国嘛，所以讲伊这段时间讲，我甲你警告一下，你袂使凊彩讲一下，啊，尤其吼伊无爱人讲台语，讲台语的节目拢甲你规个拢甲你黑掉、害掉安尼。那什么意思？你讲本土政权哪会容允哦这款的代志来发生？对啊。啊，拢发生了，拢没有半点后续啊。是是，讲起来哦，真令人惋惜啦。哦，你在主席上台了，无做一人好事啊。嗯。啊，是歹事连连啊。像拄只咱咧讲的这安尼，这基建升天，这嘛是一个例啊。啊，像你即马咧讲，这嘛一个例。啊，所以伊。蔡英文的这个自做这三年总统以来吼、已经是天怒人怨了。对。这安怎讲天怒人怨呢？这吼、这两天吼，都有一个政府会当来证明，讲是真正天怒人怨。到两三天前吼、这个蔡英文啊，去台南县的这个白河镇吼，去底下要剪扁了，对了。剪扁的。接扁啦，就敢若像咧剪菜迄种个意思，对啦。接碑啦，嘿。即一去福和宫，白河遐有一间庙叫做福和宫，去伫遐，迄个接扁啦吼，就剪菜的意思安尼个对。哦，啊去福和宫伊这，即剪菜大家拢知影，剪菜就算讲啊一条菜大吼，加长安尼个嘛，啊伊这剪扁就敢若一个扁，个庙里的这个扁啊吼，哦，正门就来迄个扁啊吼，啊用红布甲搭条嘞。啊，用两条红线哦，啊揪落来，啊，这个总统蔡英文啊，伊就是要去甲这边的这两条红线要揪落来哦，啊，表示讲这块碑啊，边啊都完成啊啦，光彩安尼就对啦吼，啊，结果当啊这两天哦，伊去底下咧，这边底下咧揪这两条线啊时，家己咧直揪，拢揪袂落来啦，啊揪袂落来，伊头个是讲往那急啊啦，哦，这揪袂落来，歹看，揪较大力揪者。我等你，哇！这个歹啊，这什么款？这个歹结条嘛。对。这个是表示讲哦，神嘛已经哦，台南的神足受气啊啦，足受气啊！伊只要变总统安尼，台南的神嘛，完了足受气。足受气啊！这台南这白河，这是台南官啊，对啊。啊，这啊变啊，这台南官的人啊，所以因台南官的神哦，已经哦嘛愤怒啊啦。对。你看。参你买那个遮边哦，伊都无欢喜咧。对啊，足受气啊！
所以你要看，迄神绝对唔知派偌济，迄款天兵天将伫遐吼，咧救伊两条蛇，不骗侬咧钓咧。在家咧烧酒，来，你即马讲到这样咧，敢若讲啊，这个啊，马英九，迄顶一任的迄个总统啦，唔免讲伊啦，顶一任的总统伊嘛是规路拢说谎嘛，即马就伊就看讲哦，马英九说谎，啊伊嘛愈说谎愈好，愈有名，伊嘛甲伊拢同款，拢讲白菜。伊以前就是顶任迄个总统讲白菜讲的，去揪迄落啥物嘛是揪甲拢断断去，啊揪迄落共进啦，吼嘛是揪甲断断去。啊，即马这个总统嘛是讲白菜讲侪了，揪迄个嘛是搁接变嘛是搁揪甲断去。所以啊，伊安尼敢无？敢袂讲？惊呀，安尼哦。讲吓惊呀。伊这个人哦，读博士读到无底啦，你去读相关的并无底啊。哦。所以伊哦。可能嘛，也唔知影人个惊啥啦。哦，啊，伊是讲顶过，伊讲迄落江宁的工作人员吼，交无好势吼，交甲无顺安尼，互伊救安尼。啊，其实讲吼，即伊若有底吼，其实工作人员交互伊，互伊调工救回去吼，即还佫较恐怖。即比新民的愤怒还佫恐怖。安怎讲？即新民哦，派些天兵天将，你个组织伊救一条线来这边哦。即神啊，一回事，人哦较直接。安怎讲呢？人啦，较属人为的吼，迄条线条关去，甲问严审的啥的吼，伊就等于吼，迄个表示讲，迄人民哦选票哦，已经对你已经真愤怒啊，较会去甲你做这个动作。所以，那如果是安尼的话，表示白河也有一群人，足侪人哦。已经对你足不满，已经选票无要投予你啊，甲会去将迄条绳吼，甲温严生甲创互断，甲互你救了就断，哦，如果若是神，哦，伊还佫干尖嘞，神就还佫吼，即透过即个人，叫天兵天将，叫天兵天将啊，去甲你说明，甲你这人说明讲，即唔茫佫投票出英文啦，啊，若如果人为的吼，即还佫较直接啦，即算直接的啦，哦。这，所以这个蔡英文哦，伊呢真，我是认为伊是无知啦，伊呢是真正有知哦。对这款动作哦，伊已经会警觉到啦，讲唔茫去选啦啦，让别人去选啦。啊，除此这以外哦，咱即个你拄只咧讲的哦，你也想，这较早马英九的时阵，伊民调到几趴呢？你也看拄只去已经，你讲已经咧靠近雷哥已经啦。哎，有一个说话就等于啊，伊迄唔是这边。嘿，幽情啊，弄情啦。这因两个，伊是幽情啊。嘿，哦，马英九是幽情啊，幽一个哦，嘛是说啊，当然。嘿，对。啊，你要看即马这个蔡英文两三工前，即马走去北河福台南关北河福宫，即这边哦，幽一个嘛是说啊嘛当然。所以因两个动作哦，对。所以伊嘛前下也拢一直讲白菜。骗很大。对啊。啊，即马这个嘛是骗很大。所以人唔敢，人唔敢咧讲。即个国民党，即个马英九哦，啊，即个蔡英文是民进党的女版的马英九啊。系啊。即因两个。升版2.0。诶，因两个会使讲哦，即个同类型的就对啦。对。啊，所以因的即个作风相同，啊，相信因的结尾哦嘛同款啦。所以讲哦，咱唔是讲迷信啦，啊，我嘛无爱信这，但是哦，足侪代志吼，事实就是安尼。你看伊白贼讲侪啊。去有共振会转去，我相信讲吼，蔡英文嘛是白贼讲足济啊，做足济啊，啊结果嘛是啊接变，迄遐尼轻松，迄一个布啊拿顶悬安尼挂咧，迄我会晓用，迄一个红布啊吼，迄敢若绸缎迄款的红布啊，骨骨的哦，安尼抹喺顶悬啊，用咧啊轻轻啊咧，带一个就落安尼，但是吼，这拢。迄落讲无风不起浪啦，哦，爱事出必有因啦。迄唔知啥物因缘的讲，布啊揪袂落来，锁啊揪甲断断去。我相信讲工作人员已经可能着一定的啦，一遍过一遍，一遍过一遍。迄落啊，底下在注意，嘿，在练习，讲啊，等下总统来就是揪这安尼。这拢有啦，啊，但是我感觉讲这足自然发生。啊，这就是无形，啊，这就是一个格调，互你看。这就是算讲新闻已经在通知啊啦。对啊，对啊。啊，因为这不但讲，即卖这个蔡英文这动作，哦，这
马英九就是这个啊嘛，嗯，哦，对，所以伊有情啊，有我等于总统就落选，哦，嘿，马英九有情啊，有人独选，即卖蔡英文伊即卖去这边要有一条红绳啊，庙里哦，尤其是搁伫庙里，伊这拢同款伫庙里，尤其搁是伫台南，对，尤其搁是阿扁的故乡，哦，所以哦，这心明已经哦愤怒啊，所以人心共愤，蔡英文袂使搁再做民进党的这个。啊，总统候选人啦、啊，伊若阁做民进党的候选人哦，总统候选人啦、啊，民进党都要背诵哦，这是哦，这个料想会到的代志啦，哦，啊，你若唔是，你试看看就知影啦、嗯。啊，咱即摆讲了这个蔡英文哦，伊拄只节目开头，这个伫美国的这个中国人，这个富商郭文贵，伊都讲过啊嘛，哦，伊、讲啊，这个蔡英文啊。伊的能力不足，吼、哦，伊、吼能力不足，甲啥物程度呢？伊讲甲踢球啦，讲、过来踢球讲，啊，这蔡英文这个人，谈、讲话都袂晓讲哩，吼、哦，一句讲都袂晓话。啊，若要演讲哦，嗯，伊无多人直接无看过嘞，伊拢看读稿机。哎，对。这读稿机吼、哦，这一般的人，那唔捌这个啥物叫做读稿机吼、哦，你伫迄、那个。电视，啊是伫迄个演讲场，你无加啊注意，你看袂着，讲啥物叫做？啊，你去唱卡拉 OK， 卡拉 OK 顶关有荧幕，荧幕顶关有字安尼，一排呾走出来花絮安尼，迄就是读稿机，对，读稿机，另类的一种安尼。对，但是你迄卡拉 OK， 伊迄个摆伫你头前哦，伊迄毋是，伊这一般应该两伫两边，嘿啦，左右两边啦，两边，迄读稿机伊迄是伫啊，啊你啊看，即个。蔡，郭文贵吼、喔，咧讽刺这个蔡英文，伊讲不但袂晓讲话，啊，即种无能，讲话嘛含慢，刷落去佫加演讲，着爱去看读稿机，即款的能力会当来做台湾的总统，这真正实在是予人啊三昧三日都想袂到的代志，人佮踢笑佮安尼呢，啊，所以讲唔该，讲伊练这个吼、喔，伊五个这个蔡英文都无达到一个成绩呀、啊，喔陈吉贵是做人的主力出新年咧，伊会当奋斗到安尼。你蔡英文读个，比如啊，博士，你，互人甲你观察的结果吼、哦，是认定讲你是一个遮尔啊无能的人，所以你唔茫阁选啊啦，唔茫阁再选啊。较见效的，就是讲，蔡英文去对咱台湾一挂小朋友啊讲话嘛。你小朋友啊讲话，你也得看过讲话，你要笑死人呢。对啊。你甲小朋友唔是甲伊足亲切的互动，足好个看伊个面的迄落纯真的面来甲伊讲话，来甲伊对谈，来甲伊对答，伊在看过咧，在甲伊讲话。是的吼，真正。都要笑死人。真正较是笑死人。嗯。啊，你啊看，讲到伊即种无能哦，我搁来讲一个即个证据啊。哦。你像比如讲，即、这个阿扁也来讲一边一讲吼、哦，对台湾甲中国来讲，啊，即、这个蔡英文伊的即个立场是讲维持现状啦，吼、哦，啊，那么维持现状，那照目前的即个局势来看，唔是讲外败啦，但是呢，因为维持现状，其实哦，嘛爱有维持现状的即个方法的，对啊，你。唔是讲无方法，啊，干那讲维持现状，那即款个就无够格啦。因为吼，那讲维持现状，就会当来做总统。我敢讲，台湾人是无一个人有够格人去做总统。你凊彩菜市啊，去揪一个，乌巴桑，一个买菜乌巴桑，也是卖菜，迄落菜贩啊来就好啊。那迄个表示你足无能力嘛、因为你要维持现状，你要维持现状方法。你唔维持现状，维持现状的方法，你像变成讲要安怎讲啊？做维持现状的方法呢？哦，你像最近这个郭文贵吼、伊有讲一个理论吼、这是值得台湾人去参考的。对啊。啊，当时嘛证明讲哦，蔡英文是一个无能的人啦。做总统无能啦吼、别行可能有能，啊，这做总统是无能的人。郭文贵安怎讲？伊咧讲哦，台湾呐、即、這个除出陈水扁在做总统以外吼、无其他有啥物有能的人，
啊，那么伊吼，讲陈水扁若要做做总统、选总统的时阵，伊当选总统了后，伊建议一项，建议台湾要如何吼长治久安。嘿，哦，伊讲吼，嘛是类似讲我这个长这个。敢若维持现状的做法，但是伊个维持现状是有方法的哦。伊要甲陈水扁建议安怎呢？伊讲你吼，那做总统的时阵，你莫宣布台湾独立，啊，你嘛莫讲要追求台湾独立，啊，你嘛莫讲宣布要统一，要统一，啊，嘛莫讲要追求要甲中国统一，哦，这是一项。第二项呢，你做总统的时阵，你去吼修改台湾的这宪法。或者是去制造一本台湾的这个宪法，啊，这个宪法其他的就免讲，其中一种伊的建议就是讲哦，你讲你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哦，你也不是，你也免强调你是台湾人，你也免强调讲你是中国人，哦，你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啊，中华民族哦，就参。共产党伊嘛标榜讲伊是中华民族啊，安尼的习大大伊就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对对对，安尼伊特别怕你嘛，啊你嘛免惊伊怕伊嘛，哦，啊，伊伊讲来困到半暝啊，想要怕。啊，台湾人哦，有人会对中华民族会感觉敏感，其实袂啦。谢中廷伊嘛讲因祖先伫中国来啊，所以你就是中华民族嘛，哦。对啊，咱五百年前同一家咩？陈水扁嘛是讲。因祖先嘛是中国来啊，所以你就是中华民族嘛。所以这个郭文贵这个人，这头壳真好，甚至伊咧讲这个话哦，甚至有参美国的这个官方有研究过，这哦值得参考啦吼。所以伊咧讲你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啊，这是第二项哦，上重要的就是第三项。伊安那讲，伊讲你这个制定这個台湾的这宪法哦，你上背后啊。你爱强调一句话，就是讲，那如果中共来武力要侵略台湾的时候，我唔是叫做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一员，我吼得自然而然哦，主动啦，主动成立台湾共和国。对，啊，阮都唔是你的族类啊，非我族类了嘛，因為你的我不是中华民族啊嘛，我是台湾族啊。因为你甲你甲在讲中国人无怕中国人，就顶有哦。我即句话讲讲是中华民族无怕中华民族的人啦。系啦。换言之啦吼，会使安尼讲。啊，你拍过啦。啊，你拍过都唔是中华民族的人啊，都唔是家己人啊，都是爱吃饼啦。就是敌人啊嘛。就是台湾，就是主动成立这台湾共和国。啊，因为台湾共和国主动成立，这有啥物差别呢？就是讲，迄个是美国、日本、英国做，但拢会当来帮助你。因为你唔是内政嘅问题，是啊，你是哦国对国嘅问题，所以这嘛是符合哦，这台资变诶一边一国嘅理想，啊，李廷辉嘛是讲台湾甲中国是国与国的关系啊，所以哦，咱直接咧讲这就是讲郭文贵看有去台资变咧建议台资变就安尼做以外啦哦，嘛会当推演一项，就是讲即款俩，嘛无个，这这就是哦。维持现状的一种方法，这是方法，哦，唔是干那讲像蔡英文哦，即无能的蔡英文讲啊，维持现状，维持现状我嘛会晓啊，但四姨娘那袂晓，哦，对不对？迄三岁囡仔不会晓，那得去选你，那得去用台湾人的三叔小叔哦，开三四个代表，要请你去选总统，去选个输过了百万票，哦，对不对？所以啊，这就是方法，啊，但是蔡英文袂晓讲。表示讲伊无能嘛，做总统嘛，哦，所以直接今日已经也讲真多，哦，啊，咱直接来想讲，祝陈水扁会当做选总统啦。哈哈哈！啊，所以即摆你即摆来讲哦，等于害着阿扁总统，安那呢？你即摆来讲嘞啊，啊，蔡英文惊一个，毋说，搁改判刑，搁掠去关，搁改判刑，搁发现新市政。我讲一点。即个人咧讲哦，即个马无食险草袂肥啦，人无惊险路袂富啦，哦，啊你今仔日若陈水扁想讲要去出头，你无拼，干若坐倒恁高阳，迄是无机会啊啦，哦，啊所以若掠去关，蔡英文有可能甲你掠去关啊，但是你爱知影讲台湾人咧投票行为足奇怪咧，迄曾经真侪位哦，有迄关的人。投票拢最高票当选的，对啊。哦，所以你若陈水扁去予蔡英文，甲你掠去关哦，伊宣布
选总统绝对高票当选。你知影要啥物人要关啥物人，伊也毋知影啦。哦，啊，袂就变即度啦。哦，咱只陈水扁啦，佮有听到，还是恁这两日咱来去见陈水扁的时候，你也讲，人无食，马无食，险草袂肥。人无惊险路不肥。啊，你若想要讨一下冤仇，要变一下冤仇，爱变即度。哦，高雄过即句。这个理论哦，参考看卖啊嘞。好，感谢咱诶。上重要，上重要，就是各位观众朋友，咱唔能够投票蔡英文啦。对啦，迄拢是骗票。蔡英文实在有影，无伊无资格，然后代表台湾啦。无资格啦。啦。哦，伊呐，民进党佫推派别人，大家较可以考虑啦。哦，啊，推派蔡英文的话，啊，就就此为止啦。死路一条。好啦，吼，咱今日到这就好，哎，感谢各位收看。找回诚实佮廉耻心的价值，才会当救台湾；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才能够救台湾。